上海的这伟健呢，他是在预赛当中以这个排名第一的身份进入了决赛。伟健呢也是我国体坛上的一员老将，也是著名的选手，在多次全国大赛当中他夺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。看伟健的这个剑术确实是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。不仅动作编排上新颖，而且他完成起来呢也是张弛有度。上海队的伟健这套剑术马上结束，的确他演练得非常精彩。伟健也是上海队的老队员，也是他们的尖子选手，是队中的主力，多次在全国比赛当中获得剑术的冠军。我们通过慢镜可上海队伟健。